这个是真正的，这个不是温州大，它是比温州大馄饨还大。老师，你吃这个馄饨吃多久了？几年了？这馄饨很少，大概台北人都会，老台北人都会来吃啦。它是属于上海菜的，上海的做法。你吃了多少年了？你就知道了。卖给你，卖给你啊！这样子不怕米沙尾一直加，那几多？没啊，然后那个什么？来一下，给你看。